副总干事，各位大师代表，各位嘉宾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净空十分荣幸，非常感谢教科文组织的善意邀请，缘分殊胜，第五次来到教科文组织总部与诸位仁者一起庆祝会赛期，一起交流分享如何化解人心的冲突，促进世界和平，记得了二战之后的1945年，为了吸取战争的教训，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提出战争起源于人类的思想，因此务必要在人的思想上构建和平。这句话说出来，整个世界的治乱的根源。那么这句话传递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，整个宇宙跟我们的起心动念关系非常密切，如果我们动的念头是善的，这个世界就变成天堂极乐世界，如果我们念头不善，负面的，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，那这个社会就混乱了。佛在经典上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一切人的思想心念不仅影响整个世界，更能影响整个宇宙。那么现在许多国家领导人、专家学者对于社会恢复安定和平失去了信心，信心危机才是目前人类所面临最严重的问题。如何树立信心？这就要做出好榜样，拿出证据出来呀！要有人真正把传统文化、圣贤教育做出来，身行言教，做出实践成果给大家看。为此，净空特别提出六大，就是法大行、理大愿、扎大根、固大本、修大行、正大果，供养每个真正致力于化解冲突、实现世界和平的智士仁人做个参考。第一，化解冲突，教学为先。911事件之后，昆士兰大学的和平学院邀请净空参加一个座谈会，讨论如何化解冲突。世界的冲突根源在哪里？根源就是在家庭不和，夫妻不能够和睦相处，彼此不能信任。更深一层的冲突是在我们内心，那就是习性与本性的冲突。所以化解世界冲突，消灭战争，要从我们内心深处的冲突化解家庭冲突做起。发大心化解冲突从哪里开始？从发大心开始。大心是什么？大心是神圣的大爱，是耶稣基督平等的博爱，是真主安那的仁慈，是诸佛菩萨的慈悲，深爱世人。我们敬仰神，所以我们在生活上要把神圣的爱充实内心，还要带给身边所有的人。那么这种神圣的大爱就是我们的真心啊。中国古人呢，教导孩童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是本性本善，
这是自信，是真心。真心每个人都有，古今中外，男女老少，人人都有。用这个真心待人处事，就会平等，无条件的爱护一切人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人如己，就是佛菩萨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中国的老祖宗了不起，将回归本性本善、神圣大爱的教育概括成一个孝字。孝这个字是会意啊，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，上面是老字，下面是字，表示老一代与子一代是一体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数穷三季，横遍十方，无穷无尽的众生都与我们是一体，从此生出来的大爱就是大孝，是至孝啊！这就是佛法说的菩提心，清净平等的爱一切众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一体就是自信，多么亲切！佛法说人我不二，怎样？怎么能不爱呢？啊，还会讲条件吗？孝是中国五伦大道的根本，父子有亲，父子与孩子之间自然的亲爱，是我们本具的自信，每个人都有。我们仔细观察，父子有亲就在我们身边，就在我们现前的小婴儿的身上。人生百日，体弱正常。你看出生不到一百天的婴儿，他的眼神，他的笑容都是天真无邪，对每一个来逗他的人都是那么样的欢喜。再看他的父母，怀着无限的爱心照顾他，那么样小心翼翼，毫无保留，这就是一体的亲爱。所以老祖宗有智慧，看出父子有亲呢，这种亲爱是道德的源头，因由此生出万德万恨，流出万德庄严，佛教的慈悲，耶稣基督的平等博爱，真主安那的仁慈，都是自信的流现。宗教源于此，文化文明皆源于此，它是根本。可是到了婴儿在长大，知道谁是他的爸爸，谁是他的妈妈，他就有了分别了，分别就有了染污，失去了亲近性。这就是心相近，心相远。如何让亲近平等的亲爱永远保持下去，那就需要教育，圣贤的教育，宗教的教育，就从这开始了啊。这就是苟不教心乃迁，中国同盟教材三字经开头的六句话，就把宇宙人生的真相、教育的重要性、教育的目标全部都说出来了。这是真的智慧，超越时空，古今中外都是乎。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入胎的时候就开始。我们爱护子女，希望给他好的教育，那就重视同盟养正的家庭教育，这是传统中国教育成功之处。因为有了这样的教育，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绵延千万年。前些年澳洲南昆士兰大学的教务长告诉我，二战之前欧洲有不少专家学者一起研究讨论，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三个都消亡了，为什么中国还存在？他们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，
得到一个结论，这就是因为中国人注意家庭教育。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叫什么？2000多年前，中国最重要的一部经典《礼记》在开篇确立就谈到同盟养正，养正就是从小扎好德行的根基，帮助他们一生都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自己清净心、智慧心、慈悲心，见到善事赞叹，见到一切不善的境界也不会发脾气，也不会怨恨人啊。养正的这个教育首重在胎教，这个教育传统在中国延续了我相信有10000年都不止。那么3000年前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就非常懂得胎教，她在怀孕的时期心正、身正、言正、行正，以长养胎儿的正气，往往成为历史上公认的圣王。往后历代的母亲都学习效法胎任，重视胎教，这是母亲的慈悲，她真正爱护胎儿。这个传统文化教育的起点，孩子生下来了虽然还是个小婴儿，他就已经啊会看会听，他已经在学习了。这个时候父母要把弟子规做出来给他看啊，所有负面的一律不能让他看到，这样教他1000天根深蒂固，一生都不会改变，真的是3岁看8十。那么这样的教育现在没有了，现在的父母都在外面工作，将小孩交给电视网络，小孩从小受到负面影响，养成习惯，一旦受到染污再想导正就非常困难。家长老师普遍感到小孩难教，所以中国老祖宗说教儿婴孩，圣经上也说教养孩童使他走邪当行正啊，使他走当行的正道，也就是他到老也不会偏离啊。真正发大心就要从尊重本性本善、爱护下一代开始啊。真正懂得自爱就懂得爱人，爱人，这就是所有文化传统中圣贤教育的核心。有了充满爱心的下一代，世界才有未来，和平才能实现。这就是人的思想上构建和平，立大愿，回归本性本善的教育是圣贤教育。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宗教这2个字要以中国文字来解释啊，宗有3个意思，有主要的、重要的、尊崇的。教也有3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这2个字合起来就是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。我这10几年来在国际上跟许多宗教往来，提出中国对宗教这2个字的解释，每个人都欢迎，没有一个反对，可见呢它是宗教的真意。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与各国的官员、使节、宗教领袖聚集一堂，共同欢度未赛节，缅怀佛陀伟大的一生。释迦牟尼佛的身份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，细观所有宗教创始人都和佛陀一样，一生从事义务教学。现在我们向古圣先贤学习，不但要深入自己的经典，还要略解
其他宗教的经典，真正恭敬学习各个宗教的经典，就会发现其内容不外乎教善、教孝、教谦虚、忍让。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就能把人呢都教好了，把家都和睦了，家人之间能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社会就和谐了。社会实现和谐，世界就可以持久和平，叫家和万事兴。我们看到每个民族、每个宗教都有它优秀的传统，这就是要有识之士来立大愿，将这些传统集成弘扬，这是为往圣积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立大愿体现在学习效法古圣先贤的诚心，学习要就像释迦牟尼佛，学耶稣基督、穆罕默德，就要像耶稣，要像先知。我们把上帝的爱、正主的仁慈、佛菩萨的慈悲演出来，让佛陀、耶稣、先知的存心和行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扬光大，这样我们必然能够得到圣人的加持啊，祖宗的保佑，因为我们和他们心愿相同，言行一致。实在讲，现代人所经历的苦难、所面临的问题，比佛陀、耶稣基督、穆罕默德所处的时代多上百倍、千倍都不止。人类的文明已经到了存亡极绝的边缘。英国历史学家汤恩·米伯斯晚年警告我们，如果我们不能奋发努力，传统文化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，这将是全人类无可挽回、无与伦比的惨痛损失。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说是拯救世界、拯救人类最关键、最重要的机构。孔子说过，人能弘道，弘道是每一位至死仁人本分的使命，只有大家都来弘道，才能拯救人类、拯救现代社会。一个真正有大心、大愿的人，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，都会自动自发地向这个目标努力。教科文组织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呢，真正是责无旁贷、实不我待。扎大根，有了大心和大愿，那就要扎好道德的根基。好比一棵大树，根深则枝叶繁茂，扎好道德的根基，才能真正学为人师、行为示范。道是宇宙人生的真理，是大自然的规律。古人说，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立也。这是真理，无所不在，就是上帝与我同在，体现在社会上便是无人。德是遵循真理规律来做，言行都能符合到，自然身心呢都有所得。德就是无常，道德是人，是做人的根本，是生活工作的皈依。无伦是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。那么这就是道，这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、哪一个人创造的，这是大自然的规律，说父子是一体。因此父母之道在慈、在爱，子女之道在孝、在敬。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技术的问题，全是因为爱没有了，父母不懂得爱儿女，
儿女不懂得恭敬父母，不能孝顺父母，君臣有义，这就是领导与被领导人之间要合乎道义。无论是做上级还是做下属，思想言行都要遵循道义，要合情合理合法，在道义的基础上组成的公司行号必然能够经营的长久，以道义组织的社会国家也一定能够长治久安。所以要想世界长治久安太平盛世，就必须要回归到道义，重视道义啊！夫妇有别是夫妇建立一个家庭，各自有不同的任务，男子负责家庭经济生活，女子负责教育下一代，下一代能否成为圣贤君子全靠母亲的教导。所以中国人讲男主外女主内，这是分工不同，不同不能相争啊！现在夫妇都争着在社会上工作，把下一代教育做好了，是得不偿失啊！中国的古圣先贤知道，夫妻的结合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而是关系整个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的大事，就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重视。现在没有人讲这个大道理了啊！两夫妻不能彼此相容，甚至离婚，社会就从这个地方乱了。由此可知，夫妇不和要负社会道义与因果责任啊！长幼有序是指小的一定要服从大的，大的要带好小的，一家这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亲相爱，长大之后也不会改变，依然互助合作，这样的家庭多美满多幸福，这样的社会自然稳定长治久安。所以中国古人教育小孩不许争，只能让，小时候要忍让，长大了他就会谦让，在社会工作他懂得礼让，现在让这个教育没有了，从小就叫竞争，长大之后只知道争名夺利，就算是一家人也要告上法庭，这就是给社会带来动乱混乱，让大家生活都没有安全感。那么最后朋友有限，朋友之间彼此信赖，绝没有欺骗，人无信则不立，一个人言而无信就不能立足于社会。古人讲信用，父亲欠的债儿子孙子都要想方设法把它还上，不需要任何法律文件约束，这就是信义。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是人人生活的幸福，家家快乐安康，社会长治久安，这一点英国哲学家罗素看到了，历史哲学家汤恩比也看到了。汤恩比晚年念念想着如何让世界永远没有战争，整个世界都能够安定和谐，互相包容，互相敬爱，所以他深深期望在21世纪中国文化能够普及全球。为什么？他说唯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包容的，是谦让的，是为别人着想的。那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无论对内对外都讲求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能够舍己为人，待人厚道，生活节俭，这就是汤恩比给当今人类树立了坚定的信心，中国传统文化是能够为世界带来长治久安持久和平的重要文化遗产，它是属于全人类的，它是属于全世界的。
无伦是自然的规律，这就是道。古今中外，人人都处在无伦关系之中，决定不能违背，能够依从。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在这五条生活、工作、待人处事，就是遵循道义，遵循大自然的法则生活，这就叫德啊。德包括三个方面：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，四维就是礼义廉耻和八德啊，是孝悌忠信、仁爱和平。仁是推己及人，爱人如己，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，还要将这一份存心推到一切生活，甚至于物质环境，亲情而人民，人民而爱物，心存仁爱之心，工作生活待人处事都能够如理如法，合乎道义。这样的人做事他才有分寸，待人能守礼，就是持戒。因戒生定，因定开慧，所以懂得义能守礼的人，心生长生智慧，有了智慧就会恭敬圣贤，力行教诲，从中起信，这就是信而好果。信德坚固，这是一切美好品德都是从父子有亲当中生起来的，可见一体的情爱确实是德行的核心。四维是春秋时代管仲提出来的，他说礼义廉耻过之四维，领导人教化众生，要让他们知道礼义廉耻，这四个品德如同四根支柱，支撑着一个国家长治久安。廉是不贪污，耻是有羞耻，不道德的事情羞于去做。这四个字，国家传统社会非常重视，因此数千年来安居乐业，繁荣稳定啊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向往的。将德的这三方面总结起来就是十二个字啊，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啊，这是中国哲学的这个真正的纲领。这是学习圣贤教育都要具备的根本，落实这个根本，学习宗教可以成圣成贤，学习世间学问可以成为君子。二，促进世界和平叫孝悌信。中国的少林寺有一块古碑，这个碑叫混元三教九流图赞，上面有唐肃宗，他是公元711年到公元762年啊，这个题字是三教一体，九流一元，百姓一理，万法一门。那么这个多元文化也是一体的概念啊，就是教科文组织多年来所提倡的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啊。那么也是习主席去年在此地所提倡的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文明因互鉴而丰富。日本的中村康隆老和尚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那一年他刚好100岁，他是103岁过世的啊。他告诉我说，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意思就是说世界所有民族的圣贤教育不仅是一家，更是一体。所以中国人化观世音菩萨有32个面孔，显示出世界宗教是一家，
《法华经》《普门品》里面说，应以什么神得度，他就现什么神。所以各个文化传统的圣贤教育，从根本上来说呢，是一不是二。可见中国自古就有实现多元文化、多元宗教和谐的成功实践。这个实践经验对于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参考的意义。世界宗教是一家，全体人类是一体，真正实现一体和谐还是教学为先。教学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圣贤经典，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，就是一部能够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好教材。这部书汇集了从三皇五帝世世代代圣贤君子累积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效果、经验，它能够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平是公平，是平等，也就是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全世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意识形态、不同的生活方式，都能够合作，都能够和合，都能够合一。顾大本学习群书之要，就是要扎好学问的根本，这是坚固大本。大本是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啊，根是汉字和文言文，汉字是智慧的符号，是现在仅存的表意文字。文言文是不随时间而改变的啊，那是标准的行文方式。所以只有能看懂文言文，这个智慧宝库的钥匙你就拿到了。中国古人甚至言语不仅有方言，还有随着时代改变，所以将语和文分开啊，形成文言，这样就能够超越时空啊，真正把智慧传播四海，传承万世。罗素和汤恩比都高度评价中国的文言文，他们期望着汉字和文言文将来能成为国际上通这个沟通的媒介，人可以靠这个工具将整个地球统一起来，和平自然就能够实现。那么汉字和文言文是古今中外最佳的文化载体，可以用来承传各国民族传统文化。所以我们说汉字和文言文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，它让文明与智慧能够代有承传，不断累积累。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大唐盛世就是靠群书之要得以实现，一千多年之后又成为习主席最喜欢看的书。可见汉字和文言文非常值得现代人好好学习。那么现在迫切恢复传统文化的教学，才能够培养出具有大根大本的老师，让这些汉学这个古老的学问立业到全世界。汉学和文言文都不难学，外国人认真学习一年就可以阅读文言文的，三年呢就可以写文言文的。那么这是当代许多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外国学生共同的经验啊。为什么汉字
适用于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来学习。这是因为每个汉字都是哲学，都是艺术啊！真正学起来，会发现它蕴含着大道，是全世界各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质所共有的啊！汉字有六种造字的方法，称为六书啊。第一个是象形。象形这里举出了山水两个字啊，山的形状像山，水的形状像水啊，这个木的形状就像一棵树啊，如果在下面加上一横，这就是会意啊，那就是根本的意思啊，在上面的时候加了一横呢，那就是枝叶啊，所以这个这一次我们有这个缘分，也把中国汉字做一个小时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啊，希望大家的是对这个汉字能生起兴趣。修大行具备了道德学问的根基，就要发心弘扬圣贤教育。大行莫过于教育，我们仔细观察每个宗教的圣人，无疑不是毕生献身于教学，所以关心世界和平有事之事，要发心立愿一生从事圣贤教育。教科文组织在人类思想上构建和平怎么实现？中国古人已经给出答案：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同样的，世界和平、宗教天堂、入佛报土，也都是教学为先。我们真正能够把教学做好，把传统文化做出来，这个世界就能够统合成为一体，永远消灭战争，实现永久和平，世界太平盛世。那么在现代社会，我们要想实现世界和平，唯有从宗教团结下手。宗教团结就必须要回归教育，把宗教圣典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啊，现代人就不会误解宗教是迷信啊，虔诚的信徒啊，明白教义之后也不会受到误导啊，彼此对立走上歧途，真正发心，我们就能够得到古圣先贤加持和保佑，就能够遇到好的机缘，接受到好的教育，让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。我们不但要将圣贤教育教导传统的文化这个精神给世人表演出来，还要有能力给大众宣讲其中奥妙的义理。净空将教学为先总结为十个方面：安身立命教学为先，创业起家教学为先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离异之邦教学为先，稳定和谐教学为先，国风民安教学为先，太平盛世教学为先，长治久安教学为先，祝福报土教学为先，极乐世界也是教学为先。就无论是对个人生活幸福，还是对于国家长治久安，无论是宗教啊，宗教家传教，还是治理一个团队、管理一个国家，教学都摆在第一位。教学太重要了。可是我们看到现代的社会，既不是老师在教，也不是国家领导人在教，而是媒体在教啊，电视、网络啊，他们在教，媒体
对社会风气起到决定性的影响。这些电视媒体、互联网络教给大家全是杀盗淫妄，不这样就把人都教坏了。现在社会日益混乱无序，纷争不断地升级起来，幼稚媒体本身无所谓善恶，完全看它，看我们怎么去用它。我们期望每个地方都能有一个专门的电视台，把圣贤教育送到每个人家里，人民是很好教的。有了正面的教育，我相信很快就会回头。我们还希望各个民族都能将传统的圣贤教育教会呀，能够用汉字或文言文写出来，利益后世子孙。幕后真大苦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、宗教教育，目的都是培养圣贤君子，圣人贤人多了，太平盛世自然就成就了。所以真正学习，不但能够救自己、救家庭、救社会、救世界，能够让国家、全世界都受益，让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受益，这就是真大国。真大国才是真正的自爱，真正的爱众生。它难不难？果然性根深厚啊，就不难。因为佛在经典上多次宣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中国人也常讲，人人皆苦，成为尧舜，这就是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所以我们只要能信、能愿、能行，人人都能做到。要想培养真正的圣贤君子，必须遵守正确的教学法，那就是回归戒定慧的方法啊。它的原理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就它的途径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啊。这个理念跟方法在中国做了几千年，掌握了汉字文言文，就可以一门深入地学习全书史要，学习宗教典籍，因为经典的分量很大，现在人没有时间学，所以马来西亚汉学院将全书之要选取精华的360句变成全书之要360，大家看了都欢喜，建议每一个宗教也编一部经典的360啊，从经典当中选出精华，人人都可以学习，真正深入学习经典，启发智慧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自己明白了，开悟了啊，也就是没有老师教，自己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啊，就能够帮助现在社会化解所有冲突，个人的冲突、家庭的冲突、社会的冲突、族群的冲突、国家的冲突，通通都能化解啊。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，我们提出六大：法大行，理大愿，扎大根，固大本，修大行，正大果，让爱心变法界，善意满人间，化解一切危机和冲突。我们相信，如果更多有识之士能落实这个六大，不但能够化解冲突，实现和平，世界大同，天下大同，也是未来可期的啊。恭祝大家幸福安康，吉祥如意，教科文所指。
大展宏图，和平天下，世界各国繁荣昌盛，安定和谐啊！诸位嘉宾朋友，健康长寿，一切吉祥如意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 very much, Venerable Master Chin Kung, for this enlightening speech.